址。邻居想见你。ハロー、グッドモーニング。站在房间中央。让我们开始，你知道规则。任务编号4005。抓住球扔。把球放在你的睡眠块，然后回到中心。做得好。Lucky。任务编号4006，使用您的新玩具回答以下问题：向左扔球说是，向右扔球说不。你喜欢饼干吗？你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吗？您不再拥有自己的身体，你感到被控制吗？
知道你自己吗？你没有身体会感到恐惧吗？你是否存在，没有身体？你是这个房间。现实是模拟吗？我们看到您在睡眠快中写的内容，我们不满意。你的生活不是真实的，现实是模拟的，你的价值不如美味的饼干。是时候放松，您可以用玩具来娱乐自己。时间结束了，不要碰球。任务编号4007，将您的背部放在左侧的墙上，面向右侧的墙上。闭上你的眼睛。总是很饿。任务编号4008，在房间里转三圈，向左转。
好き。任务编号4009，与邻居分享你的玩具。任务编号4010。站在房间中央，旋转约20次。好き。任务编号4011。与邻居玩球。编号4012，从左墙走到右墙，来回向前。任务编号4013，吃饼干。Cookie。
饼干会让您开心吗？你想让别人开心吗？你想成为美味的饼干吗？你将成为自己。是时候放松，您可以用玩具来娱乐自己。想见你。任务编号4014，睡觉。